想改了，别说这是恩情，祖上报答不尽。我们不再是棋子，诉说着别人话的音儿，自己尝试着站着，走进了深处看看。今天像个石头，今天像个砖啊，这个虽然坚硬，可大人才是生命。妈妈仍然活着，爸爸是个棋子，如果我们是什么，风琴下的大姐。